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南京菩萨，感恩南无太岁菩萨，感恩南无观地菩萨，感恩南无周仓菩萨，感恩南无观平菩萨，感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佛友们上线参与今天的多伦多观音堂网络白话佛法共修。首先我们念诵大悲咒一遍，心经一遍，祈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我们今天的共修，护持正法，保佑多伦多共修组能够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让他们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让他们能够懂得慈悲，让这个世界更和平，人民更健康，人类更和谐。祈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多伦多共修组同修们能够开启智慧，正信正念，充满正能量，让恩师慈父白话佛法的能量加持我们，保佑我们每一位佛友平安吉祥。弟子如果在共修过程中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恳请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慈悲原谅。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南京菩萨，感恩南无太岁菩萨，感恩南无观地菩萨，感恩南无周仓菩萨，感恩南无观平菩萨，感恩师卢军宏台长，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南无赫那达罗多那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揭谛烁波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萨婆拉法耶，树大罗达谢，南无悉吉利朵伊蒙阿利耶，婆卢吉谛释佛拉冷陀婆，南无罗拉谨墀，悉里摩诃波多沙咩，萨婆阿陀斗书朋，阿世运，萨婆萨多，南无婆萨多，南无婆伽，摩垮特斗，达智托，阿婆卢西，卢迦帝，迦罗帝，伊西利，摩诃菩提萨多，萨婆萨婆，摩拉摩拉，摩西摩西利陀运，俱卢俱卢结盟，度卢度卢法舍耶帝，摩诃法舍耶帝，陀那陀那帝尼尼，释佛那耶，遮拉遮拉，摩摩法摩拉，目的利，依悉依悉，释罗释罗，阿拉森佛拉舍利，法所法身，佛拉舍耶，呼卢呼卢摩拉，呼卢呼卢悉利，所那所那悉利悉利，苏卢苏卢，菩提耶菩提耶，菩陀耶菩陀耶，米地利耶，罗拉谨墀，地离色尼罗，婆夜摩罗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喻意释婆那耶娑婆诃，罗拉谨墀娑婆诃，摩拉罗拉娑婆诃，悉拉僧阿穆切夜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者吉那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罗拉谨墀婆切那耶娑婆诃，摩婆利胜揭那耶娑婆诃，南无赫那达罗多那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吉帝烁婆那耶娑婆诃，安悉殿都曼多拉跋陀耶娑婆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感恩各位佛友师兄们上线，今天是2024年10月19日星期六，农历9月17。今天的共修内容流程如下：下周一农历9月19，我们将迎来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那么今天首先让我们来观看和聆听卢军宏台长关于观世音菩萨出家日的开示，以及观世音菩萨33身动画片之滴水观音。紧接着是我们今天重要的学习内容，白话佛法2视频书第9篇妙法修行的程序。下周三将迎来霜降，所以今天的一宿一菩提为大家介绍暖胃养生滋补佳肴2则。紧接着是师父关于悟性与开悟的开示3则，接着还是师父为大家精彩的看图腾3则，最后我们将在师父寓教于乐幽默风趣的笑话中结束今天的共修。感恩大家。尊敬的各位法师啊，还有我们的嘉宾，还有全世界各个共修会的义工们，各位佛友们，今天呢是我们伟大的啊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所以我们非常的啊感恩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有大的因缘，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都受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求必应，所以我们更要感恩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啊是遇到苦难啊即时观其音声，即得解脱的意思啊，这叫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呢有3个日子大家都知道的啊，一个是农历啊，2月19，一个是6月19，还有一个9月19，这3天呢，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啊，都可以作为观世音菩萨的纪念日子，因为这3个日子呢，分别应对了观世音菩萨化身妙善公主啊降生和修行的不同时期。农历的2月19呢，是观世音菩萨的诞生日，实际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诞生的日子啊，化身。农历6月19呢，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是观世音菩萨成佛正道的日子。所以农历9月19呢，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啊，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的日子，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位啊慈爱的天上的母亲一直在照顾着我们啊，所以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经常告诉我们啊，佛言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明观自在在过去无量劫中啊，他早已经啊已作啊这个佛境，就是已经早已是佛了观世音菩萨，所以呢他号为这个明法啊这个正法明如来啊，所以他的大悲愿力啊啊是这个发起啊救度一切菩萨和我们人间的有缘众生，所以这个日子是非常啊愿意啊啊让我们值得这个
怀念和纪念的。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离不开菩萨对我们的这个照顾啊，菩萨对我们的这个慈悲的这种心，来让我们呢能够解脱。我们虽然呢历经这个岁月的这个沉沦在我们在人海当中烦恼当中，我们一直在沉浮我们不知道放下的轻松，我们不知道人什么叫精神上获得无痛苦。实际上谁能够释怀，谁就会幸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放下想通想明白，谁就得到了幸福。所以佛菩萨曾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命当中有许多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想一想，很多东西强求我们得不到所以当你要去强求得到它时，你就会往往会被它搞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人长期的求不到，他就会生忧郁症。所以菩萨跟我们讲，一切随缘，一切自然行。所以要拥有一颗安闲自在的心，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所以人要学会不怨怒，就是不要去抱怨。一个人如果经常去抱怨，你就会过度的去强求一些事情的成功。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悲观，你得到的时候，你又会非常的刻板，你会慌乱。所以一个人不要忘形，在得意处不忘形，在悲伤处要懂得怎么样精进。所以佛法界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一切随缘，那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随缘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来了我们就好好的应对。那么佛法界讲要空心中要空。那台长告诉大家，空是什么？空就是境界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空的杯子才能装水，一个空的房间才能大家聚合在里边可以住人。每一个容器的价值都在于它的空，而我们人间也是这样。当你杂念纷飞，当你怀疑嫉妒嗔恨别人的时候，你的心中已经充满着五欲六尘各种各样的仇恨烦恼所以你不空了，你就给自己带来的伤痛。就像一杯水，再好的矿泉水，只要你里边有脏的，你倒进去，整个一杯水都是脏的。所以空在佛法界讲的非常的微妙。佛经里有一空万有和真空妙有的佛说禅理所以空是一种度量，就是一种胸怀。一个人想通了，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了，他就空了，他就没有烦恼了但是空是有这个可能的前提，空一定要在最初的因缘上面不要有牵绊。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前世的根基好，你今世才会放得下，空得下很多人放不下，因为
你前世欠别人太多，今世不断的有人在问你要债，所以你想做到空你都是很难的啊。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啊，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有时候因为我们心中有太多的烦恼，所以让我们不得空，所以人啊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去除前世的业障。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缺点，你天天让他跟恶的人在一起，恶的行为在一起，他一定会变得很恶。如果一个人整天跟学佛人在一起，天天烧香拜佛念经，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的继承人啊。所以人生啊，努力靠自己，没有谁会陪你在原地停留，珍惜靠自己，别人也不愿意挥霍自己的青春，执着靠自己，没有谁会与你共同进退。其实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不要执着，因为没有人会陪你执着。一路走来要靠自己好好的学佛，因为没有谁能陪你一直走到底的。你们学佛人好好的学呀，现在有这么个师父一直陪你们走到底，陪你们走到四圣道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我们要走到四圣道去见我们最最慈悲最最亲爱的母亲观世音菩萨。祝愿全世界的学佛人啊，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纪念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就是要让我们心中拥有戒律，拥有慈悲的心，让我们的未来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路走得越来越宽，精神越来越高尚，人心越来越善良，使我们能够离苦得乐，一世修成。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呢非常殊胜的因缘，因为是观音堂的开幕仪式，今天的9月19呢又正是观音菩萨的出家日大日子。这两天的地藏王菩萨呢陪着观音菩萨还弥勒佛都到很多的观音堂去看望大家，应该大家有感觉。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呢师父也是祝贺大家能够有一个家了，因为我们在海外啊实际上就是游子啊，我们没有一个安心的家，我们没有一个让我们能够在人间躲避很多烦恼的家。现在我们有这个观音堂了，大家应该好好的爱护这个家，因为观音堂是大家的。观音堂呢就是学佛的地方，就是我们跟母亲会面的地方，观音菩萨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在这个人间我们每一天活着，大家都知道离不开母亲，有个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大家知道真正的妈妈不是生我们养我们的，生我们养我们的只是我们的肉身的母亲，但是我们精神上母亲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爱护这个观音堂，一定要把这个真正的家好好的弘扬佛法，多救度众生，学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今天呢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放生，都在缅怀我们这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母亲，所以我们的心里啊又是感恩又是感到自己很难过，因为我们做的太少，菩萨给了我们太多，所以我们更要努力的学。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希望大家一定要克服人间在人道上的烦恼，因为我们人间的烦恼它的障碍重重，而且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辨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因为我们都是用自己心里的障碍来看一些问题，因为本身意念已经不正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本身一些好的意念我们认为它是不好，
那我们碰到一些不好的，我们觉得这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现在会变得越来越糊涂，人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越来越自私，因为我们的本性已经开始转变，因为我们人经常有恶念，都是自私，想着自己，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我不能被他怎么样，我不能被他占便宜，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为着自私心在活着，所以这个气场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人间的烦恼。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会越来越烦恼，实际上就是共业，共业就是大家相互在一起，然后呢每个人都活在自私的当中，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慢慢慢慢的就会忘记了我是佛，我是菩萨，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以人的心灵在变化，就促使他不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很多人说我很努力在做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顺利，实际上他认为的努力就是在贪的，他认为的我很精进，实际上他在跟别人争的，这些意念控制着他自己善良的本性之后，慢慢的让他得到的是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实际上他所追求的和贪来的东西全是一种误导，让你心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非。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一个人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你认为这个事情是错的，实际上你的心里就开始有是非。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是因缘，这是果报，这是应该的，我们随缘，你心中没有对和错，你就不会被是非所缠绕。所以师父看到你们这么努力的在学佛在精进，也是很感动。很多人把这个观音堂当作自己的家，师父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没睡觉，很多人非常的激动，这是你们第一个海外的家，这是你们如果有任何烦恼有痛苦或者解决不了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跟自己母亲来诉说的地方，这是你们的家，这是你们妈妈的家，大家要爱护，一定要在观音堂做好事，多度人，千万要用心，要好好的学。我可以告诉你们，师父非常爱你们，师父心里很明白，师父跟大家的缘分不是一世的，所以师父很希望你们能够把观音堂搞好，还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除自己心中的颠倒梦想执着烦恼，因为你们的执着会让师父心碎，因为你们的烦恼有时候让师父难过，因为有时候你们想不通，你们的师父一定会感应，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想开想明白，要开悟，心不妄念，我们不要乱想，不该我的就不是我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大家的心都离不开菩萨，那么我们的心就见到佛性。如果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心中还想着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你们的觉悟，你们的本性就会慢慢的变成杂念。所以人为什么会吃苦，就是乱想啊。你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不乱想，哪来的烦恼？一个人不去想过分的事情，他哪来的烦恼？人就是时刻的有了这个还要那个，有了那个还要这个，所以永远在这个和那个当中不能开悟，不能自拔。所以师父要你们有这么个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念经，跟着观世音菩萨完全明白自己在干些什么，一定要懂得自己就是初始的本性，自己就是佛，我们要自归于自己的本性佛。师父心中想着你们，我知道你们发自内心的很爱师父，人跟人就是缘分，你们能够爱师父
一定感受到师父很爱你们。师父说的心里话，就像我经常爱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很爱我一样。我能感受到观世音菩萨对我的爱，我能感受到大家对菩萨的爱，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助我们摆脱苦难。你们今天成功了，你们已经有境界了，你们大家可以一起善良的人在一起，可能有一天都是菩萨在一起，在天上永远不下来，在天上一起修。今天我们在人间结上这个善缘，和观世音菩萨和所有学佛人结上善缘，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再相会，一起做更多的学佛修心的好事。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慢慢的看，慢慢的学，一定要懂得有家，因为我妈的孩子是个宝，我们一定要好好修。所有的人必须做善事做佛事，不能讲任何对观音堂不利的事情和做对观音堂不利的事情，讲对观音堂不利的话，否则师父会难过的。今天我刚刚已经请观世音菩萨驻足在你们里面，等我跟大家开示完之后，大家跟台长一起磕七个头，感恩观世音菩萨今天接待。实际上你们应该感受到，感觉得到菩萨已经到了，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这是一个正道，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有良心的人变成有功德的人，一个有品质的人能够变成活得有意义的人，这就是我们人间的本性。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修，师父爱你们，观世音菩萨爱你们，所有全世界的佛友都爱你们。你们今天好好的把观音堂办好，让更多的人学佛，让更多的人念经，让全世界更多的有缘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就是师父今天要让你们烦恼转为智慧。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好好的修，谢谢大家。明朝年间，东南海域有个翠城，这里的百姓以打鱼为生。一日，观世音菩萨云游到此，忽见海上有一渔船，船中有个男子被五花大绑。大哥，把李牧丢到海里，这些鱼就是我们的了。我好心带你们过海，你们兄弟竟然谋害我。贪得无厌，害人害己，带我前去点化一番。忽然，平静的海面一阵狂风大作，海浪之中，观世音菩萨端坐莲台，满脸怒意地看着兄弟两人。你二人心术不正，恩将仇报，念在恶果未成，暂且饶你们一次，你们今后要诚心悔过，否则休怪恶报加深。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教诲，我们知错了。李牧，我赐你法宝一件，望你用此物多多行善，造福乡邻，不可心生贪念，切记切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显灵了。菩萨一挥衣袖，三人只觉眼前闪过一片金光。待他们醒来，李牧发现自己好端端地躺在岸上，怀里放着一个木质的观音菩萨像。李牧捧着菩萨像回了家，供上花果，每日参拜。久而久之，他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每逢有雨，菩萨像就会在前一夜渗出水珠，雨越大，水珠越多，而天晴时，菩萨像便通体金黄，没有异样。后来翠城的百姓发现李牧出海总能顺风顺水，似有神助，以为他是通晓天文的活神仙，
便都在出海前拜访李牧，李牧有求必应，遂成百姓对李牧感恩戴德。转眼20年过去了，李牧的儿子李想已经18岁，李牧便将观音菩萨像的秘密告诉了儿子，却不知李想心中另有打算。又一日，有渔人上门请教天气，看一次天气10两银子。啊，以前都不收银子呀。我爹将本事传给了我，以后我要收银子了。渔人没说什么，给了10两银子，李想这才如实告知了天气。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李想的要价一涨再涨。谁若把我收银子的事儿告诉我爹，就别再想知道天气。这天，一位老渔人上门讨教，听说李牧要银子，十分为难。30两银子，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呀。熊老头还想求天气，看我不收拾收拾你。明天没有风雨，可以出海。老渔人大喜，连连道谢，感谢少当家的。傍晚，李牧回家，看到观音像滴出了大水珠。明天有大雨，你给乡亲们说了吧。说了说了，明天没人出海。第二日早晨，风和日丽，老渔人准备出海，被岸边的李牧远远看到了。李牧大惊，忙冲着老渔人喊：今天有风，不要出海，快回来。可老渔人耳背，没一会儿功夫就乘着大浪远去。李牧赶紧划着自己的大船去追，可刚走一海里，就见远处电闪雷鸣，海浪越来越大。幸好李牧终于追上了老渔人，将他接到了自己的大船上。两人费了好一番力气，才躲过风浪，回到岸边。大叔，今天有大雨，你怎么出海了？咦，李想昨天说今天是晴的，可以出海呀。李牧一打听，才知道事情原委，十分生气。回家后，拉起李想就跪在了观世音菩萨像前。他们有求于人，凭什么不收钱？李牧正要提起棍子打人，忽见面前的菩萨像发出一片金光，金光之中，观世音菩萨真身显现。李牧忙拉着儿子跪下叩拜：李牧，我赐你法宝，希望你们多多行善，你儿却以此敛财，残害乡邻，今日我便将这法宝收回去。还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饶过我儿一遭。恶有恶报，从今日起命他驻守海边，为贪欲赎罪。小儿，儿子。后来岸边出现了一座人形石像，每逢海上有风雨之前，石像便会渗出水珠，翠城百姓根据石像辨认天气，人们出海顺利，安居乐业。可以出海了，今天必定是个好天气。当地人为了感恩菩萨慈悲，建立观音庙，一时间香火鼎盛，人山人海，当地百姓都纷纷行善积德，多做好事。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就是滴水观音。妙法修行的程序，大家要记住，在弘扬佛法时，要把自己看成真的佛子，这是一种对佛法的信念。如果在弘扬佛法时不把自己看成是佛子的话，你是无法弘扬佛法的，是做不好的。从心里做到了佛的弟子之后，还要印证佛法。什么是印证？印证就是说，我来相信，我来感受，我来实践，这就叫印证。印证佛法是很重要的，当你印证了佛法之后，就会产生空性开悟，开悟之后就是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真正的开悟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最真实的东西。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怀疑它，去讲它不好，没有办法去想出任何的理由去说这个事情是错的。在人间没有比较的东西叫无上，
无上的意思就是没有了，到顶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绝妙。妙可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印证了妙法，悟出了道理，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正等正觉，就是人到了一种境界时会有这个觉悟。犹如你在现实生活中突然明白了一种道理一样，正等正觉是菩萨，无上正等正觉是佛。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讲修学佛法的基本程序。第一是开悟，要明白道理，要悟出道理，开始修行，修到明心之后叫起修。第二，明心见性，修到见到了自己的佛性，就是明心见性。这些是修学佛法的基本程序。师父现在讲授你们有关修行的基本程序，这个程序是你走向一个成功的学佛道路的程序。第一，资粮道，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资粮。资是资本、资格，资粮这两个字是你前世所修的行为和功德，你必须要有这个积累积蓄，才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积累和积蓄也就是你的本性，你的良心。如果一个人在前世没有好好的修，这辈子投了一个山里放牛的，这个人今世就会失去修行的机会，他就很难遇到心灵法门，很难遇到佛菩萨，就不会懂得如何好好的修心修行。这叫资粮道，道就是这条修心修行之道。第二，家行道。什么叫家行？这个家行并不是说给你加上去的，而是你所做的一切行为，你在有资粮的这个前提之下开始修行，加上你现在所有善举修为，你开始进步了，向前进了，也就是有了一定的资粮做基础，才可以启动你修行的运作。第三，见道。在你慢慢学佛的当中，看到了真实的东西，如看见了观世音菩萨，看见了你现在修行之后所得到的一切，你所有的感言，你心里明白了道理，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对你的慈悲，这叫见道。第四，开悟道。开悟道是当你看到之后，你才会明白，悟性必须要建立在见闻之上。如果你眼睛没有看到，你是不会明白的。开悟是经过见道之后，悟出了道理，知道这是真理，这是真的道。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修行。能够坚持修行的人，是已经开悟了。第五，正道。正道是很重要的。正道就是印证了这个道，也就是说，当你开悟之后，开始修道，明白了，证实了这个道是绝对正确的，是我唯一可以走的路。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一定能成功。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证明了这条道是我应该学习的道，是菩萨的道，是最适合我的道，才会全心全意地精进修行。这就是一条修行的程序。开悟就是把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转成佛性，就是往你的佛性里转。佛法讲叫都摄六根，比如当鼻子闻到不好的东西时，要用佛性去闻香的花；当眼睛看见不好的东西时，要用佛性去看，去看佛法，去看观世音菩萨的像等。
当耳朵听到不好的声音时，提醒自己不要听，去听佛音等等，就是拼命的往你的性里想，即往本性里想。开悟了之后会不会轮回？会轮回。为什么？因为当你开悟了，只不过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但还没有行，当然会轮回了。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过去所造的业，难道不让你去轮回吗？你虽然明白道理了，但是你没有去改过，还没有去修正你的行为。只要做了恶事，一定是要轮回的。不要以为自己明白了、开悟了就行了，还是要到六道轮回的。因为你只是开悟，而不是真正的证悟。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身上所造的业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你，而你还是存在这个宇宙空间里。虽然你开悟了，明白了很多道理，不应该造十恶业，但是你已经造业了，这些业障就会围绕着你，因果随着你。只要有你人在，你就必须六道轮回。不想堕入六道轮回，就多念经，多做功德，把自己身上的业障全部消除，把自身的贪嗔痴全部清除。要学会什么事情都随缘。
我们经常说学习学佛，有时候学佛到底学什么？学佛实际上就是学一个正悟。正悟是什么？就是你要拥有在这个世间的悟性，对所有的事情要有个悟性。然而这个悟性很多人以为是对的，但是呢实际上是错的，这个就不是正悟。正悟就是你这个悟性是正的，正的悟性是不占别人便宜的，正的悟性那是能够用心来和所有的众生贴近，是能够用心去帮助别人。正的是你有这种真实性，所有的正的首先拥有一个真实性，因为当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是正的时候，但是因为你的真实性不足，实际上你已经是假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如果我用假心假意帮助你，这个已经不是真的，所以他就不能真的开悟。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以为我帮助你了，因为他有目的的，他要赚你钱。还有的人以为我今天能够帮助你，是我给你带来的福分，但是呢以后我等着你也要帮助我，这个全部都是不悟，不是真悟，也是不悟，就是没有开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真正的明白，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叫开解。什么叫开解？就是碰到问题你一下子就解开了，你碰到事情你就解开了，那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开，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说有智慧了，慢慢的你的整个灵魂就会转化了，转化之后你会达到最后一个很粗浅的境界，那么这就是佛教界经常讲的叫理悟。理悟就是理解的悟出这个道理，理解那是开始，真正的开悟那是正悟，就是完全悟出这个道理。那你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会去修行和修心啊。所以人间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要理解要明白，然后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管善缘来了恶缘来了，都用同样一种方法去应对，那就是你的不开悟。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称为善缘，两个人山盟海誓，走在一起吃在一起，非常的开心，慢慢的结婚之后变成恶缘了，就天天吵啊打呀闹啊。那么善缘和恶缘都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这个时候你已经不知道善缘为何物，你就会沉浸在恶缘之中得不到解脱。所以你不能用一个方法对待善缘和恶缘，对待善缘我们要知恩图报，要存着感恩的心，对待恶缘我们要能够解脱它，我们这个人才能真正的解脱出来。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懂得，你要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
你的眼泪就是在让你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当你第一次流眼泪的时候，实际上你不是受骗就是上当，就是痛苦，就是难过。那个时候你已经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的肮脏啊，这个世界让我们这么的无奈，这个世界把我们捆住绑着走，你就慢慢的了解了这个娑婆世界的真实性了。这就是让你开悟的一个前提或者一个阶梯啊。所以师父台长给你们讲这个道理，就是让你们要懂得解脱，要你们割舍业力的纠缠，明明不想要的非要不可，那你就会有麻烦。明明不想看的你非要看看，明明爱的人你要离开他，明明可以拿到你手上的钱你没有拿到，这一些让你会痛苦不堪，让你会在几个月当中都失去笑容，让你会碰见别人就讲这个事情，这就是一种发泄，这就是一种不开悟。所以把心中的烦恼都要讲出去，这也是一种烦恼。所以越烦越恼，越恼越烦，真正能够去除烦恼的人，就是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让别人也要不开心，这样你会更不开心的。所以要摆脱业力的纠缠，那就要解脱呀。想一想，我们人感觉这个事情不好，很浮躁，我们没有安详感，我们有时候想轻松一点，平安一点，想快乐一点，实际上都是你的一种感觉呀。当你想不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精神有病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万知万能，实际上都是缘分所为呀。你想不通，不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吗？你看不透人生，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让你人生得不到真谛的。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那样？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只有一个缘呐、啊，不懂道理的人才会说他为什么要欺负我，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么不好。这个世界没有为什么。如果你不学佛，等把你为什么都搞懂了，你可能已经踏进棺材了。还有的人踏进棺材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我们要让自己开心，要让自己放松，要让自己解脱，我们的心要开放。开心就是把你的心打开呀、啊、整天紧锁双眉，烦恼缠绕在你的身边，你会开心吗？所以人不能不开心，因为不开心之后会形成两个极端，一个是破碗破摔，还有一种就是忧郁症啊。要记住，这个事情存在的，你一定能改变它，而是要你怎么样来改变你的观念，改变你的思维，怎么样让你感觉到菩萨的力量。所以希望大家悟出我们这个境界和道路，
悟出我们活在人间的真正的目的。想一想，别人在帮助你的时候是付出，你自己为什么不帮助别人也来付出呢？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就要先去帮助别人。希望学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先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先要放下自我，好好的学佛，你才能请菩萨帮助你改变你的生活。求人不如求己呀、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希望大家好好的明白道理，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懂得我们活在人生的真实含义。菩萨告诉我们，生命在无常中，就是没有长久的。所以想一想，我们一辈子到今天已经活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活得好不好？我们活得对不起菩萨，对不起菩萨，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吗？对得起自己教导我们的老师和我们一个人成长当中必须经过的这么多的良师益友吗？我们是不是人变得这么狭隘，不懂得去慈悲和原谅别人？所以开悟的人生就是要掌握好一个分寸，这个分寸就是缘分。对每一件事情要想开，这个事情不会长久的，你的心就想开了，你随缘而消很多的业障。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修到后来连自己的所有一切的追求都会放下，因为他们随缘而消，最后他们连自己的悟性都认为这是空性。因为当你感觉到你要修的时候，你还存在我的当中，是我要修。等到你真正开悟的时候，你已经完全解脱了，没有自我了，你才是菩萨。所以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不要有我自在心中，一个能够救度众生的人，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去完成他人的功德。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的，做人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一定要懂得人伤我痛，而不是有目的的去行善，不是有目的的去做功德。当你无相布施的时候，无相好好学佛的时候，你已经是站在云层当中了，因为你在人间已经找不到那个假我了。我想很多都是师父的弟子，也有一些呢刚刚坐在下面没鼓掌的，我想他们可能听不懂。他一想啊，你看师父厉害吧，我刚刚一讲，大家为了很多没听懂的，为了装出来自己听懂了，又拼命的鼓掌了。所以人呐、要懂得修到后来啊，连悟性都不要有，就是空了。所以为什么西游记里边有一个叫悟空啊，孙悟空啊，就是孙悟空。记住了，当你们接触学佛人的时候，他跟你讲
啊，他跟你说自己开悟了，实际上这个人一定没开悟。说自己没有开悟的人正在开悟之中。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他永远说我没醉。当一个人真的没有醉的人说哎呦我喝醉了，这就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把佛法变成白话来帮助很多我们的佛友，实际上这就是在开悟。学佛人的开悟是要想通，心中不能有委屈，觉得我这一辈子白活了，为什么我跟他一样，为什么我这么苦而他这么幸福呢？很多人的一辈子永远活在委屈、后悔、伤心、烦恼当中。台长要大家不难过，不苦闷，想通了就叫开悟，想明白了那就是心中拥有了佛的光明啊。其实人生的对错就是你在寻找符合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凡是发现对自己有利益的和存在利益好处的考量，你就觉得它是对的，如果不符合你心意的，你都觉得这是错的，其实你就是在骗自己。中国古代圣人老子说过，吾之大患因吾有身啊，因为我们整天为了自己而活着。当人间，当我们的爱什么，我们就会被爱所纠缠所牵连。比方说很多人为钱他就被钱所困，很多人为了多买些房子，他就变成了还贷款的房奴。有些人爱孩子爱过头了，他最后就被孩子锁住了，让我们无法解脱。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留恋，则心无挂碍，烦恼来自于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众生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浪费有限的生命，想去保持人间虚幻的物质，这就叫执着。知道人间没有一样留得住的，但是我们拼命地想去留，这本身就是佛经上说的求不得苦。我们要学佛，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记住了，随缘才能团圆，随顺才能万事皆顺，随喜才能在烦恼的人间中放下自在，法喜充满。当年四祖道信请教三祖真忏，他说师父什么是佛心啊？三祖真忏说你现在什么心啊？四祖说我现在没什么心。三祖说连你都没什么心，佛又会怎么有心呢？四祖道信说但愿师父教给我一条解脱之门啊。三祖说谁绑住了你啊？
施主说，没有人绑住我。曾灿说，既然没有人绑住你，你为何还要去求解脱呀？我们人生谁绑住我们了？我们的人生就是自己绑住了自己，因为我们走不出来。当很多人的感情失控，不想活的时候，别人怎么劝他？他说，我不行，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死，因为我走不出来，我战胜不了自己的苦恼。所以要开悟，就是要解脱，想解脱的人就是要想通什么叫放下。放下就是想明白物为心生啊，悟性之门要常开。我们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给你烦恼，因为只有你才会让自己不停的烦恼。改变自己，克服欲望，放下执着，你才没有明天的后悔呀。吴台长啊，我胃呢肿瘤，那么去年做了手术，化疗了什么？啊，你们听台长话啊，一定要安静啊。哎，啊，你们喜欢台长就要听台长话啊。好，你说吧，胃癌肿瘤。对，开号到以后呢，我就开始念大悲咒了。啊？念了大悲咒，我念大悲咒是吧？哎，嗯。开完刀之前你信不信佛啊？还是有的信的，但是不是像现在这样。啊，我讲两点给你听听好吗？啊，好的。好吧，第一，台长的直接感应，我告诉你，你胃癌的肿瘤，我告诉你，开始的时候很早就查出来是一个小的息肉，后来才越长越大的。我告诉你，你海鲜吃的太多了。你听得懂吗？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啊？对对对，嗯，酒吃的多了，海鲜吃了，酒喝了多。第二，我再讲给你听好吧。嗯，我告诉你，你这个人脑子稀里糊涂的，有一点，嗯。还有，我告诉你，你老婆有打过打胎，就是掉过孩子。而且是你在里边跟他说打掉就打掉。是的是的，嗯嗯嗯，准不准呢？没错没错，嗯嗯，没错，嗯，没错。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孩子进入你的肠胃，你现在把他如果不弄掉的话，接下来你胃开掉了，他又跑到你的肾上去了，所以你现在的肾脏腰子也不好啊。你看我怎么办？下面小房子要烧多少？现在知道问了，找干什么的？对，嗯，小房子，小房子救命，你不知道啊？昨天台长跟大家讲了，我们一个信众，啊，在梦中释迦牟尼佛看他看见释迦牟尼佛跟他说，要多存小房子，多念小房子，所以这是给大家多大的启发？昨天晚上你们听到没有啊？这听众讲的。是的，嗯，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啊。你呀，啊，嗯，要念79张小房子。好的，你要多听你老婆话，虽然你太太比较凶，有时候在家里控制你，但是她基本上做的都是对的。谢谢谢谢，嗯，你是不是怕老婆讲给大家听啊？你看他太太在前面呢。哎，好了好了，要记住啊，观世音菩萨现在在我身上啊，啊，救救你啊，小事一桩啊，听得懂了吗？好好念经了哦，好好念经了哦。
没什么问题的。你自己要记住啊，你不能太凶啊，你听得懂吗？你对孩子对老公都不能太凶啊，啊、哦、要好好改啊。学菩萨这里说，哎呀，我在学佛，你看这种人学得好佛的，听得懂吗？好了，换一个。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我是代表这个宁波的黄花安师父，他是我师父也是我婆婆，他在宁波黄花安造了房子，就是一直造庙，造了就是8年，然后第6年的时候生病了，现在呢语言障碍，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其他人都听不懂，身上呢以前身体特别好，现在到处都是病，帮我帮助他看看，是师父最喜欢帮法师看，因为他们已经付出了。谢谢谢谢。他是1944年属猴子的。哦，看到了，他的过去就是在这个庵里边呢、有一个老主持。过世的、一个老主持对他不满意、经常在他身上、他动了里边很多的土，而且他把后面有一个埋了几个过去的法师的坟移了，也不知道迁掉了，是不是第三幢的那个庙啊？对了、就是那个幢庙，那个庙的时候就是语言不会讲，对了，就是他去动了后面的东西了。哦，谢谢。明白了吗？台长，他应该怎么做？他现在应该首先跟观世音菩萨念礼佛大忏悔文，一共要念1000遍，然后1000遍念完之后，小房子也要念280章。已经托别的师父帮忙，去年知道这个心灵法门之后、已经是帮助他念了700章小房子，还要念280章，再280章念完之后、你看看哪一天啊，念完了差不多了，师父看看能不能啊特别的救他一下，我可以叫他讲话的。谢谢谢谢。好吧，那他其他的是身上这些毛病都会致癌就好了是吗？什么叫致癌啊？那他就是现在变成了高血压、糖尿病，什么病都有。现在就是灵性病太多呀。明白了吧？明白了，谢谢。谢谢卢台长。台长现在帮他大脑治一下啊、好，我看到他的下嘴唇这里啊，下嘴唇这里就是这个嘴巴整个被这个师父，他过去的师父控制住了，你明白吗？现在你叫他啊，所以他的舌头跟下嘴唇啊这里发麻，所以讲不出话来，我现在让他好一点了，他可以发声了。哎，你不行叫他讲一讲，你好吗？我让他好。观世音菩萨好，好了，大家听到了没有啊？好了，停不下来了，因为我刚刚的把他舌头和嘴唇这里完全化掉了，所以他一下子可以讲话了，但是呢慢慢慢慢他又会硬起来，你赶紧要帮他，我刚刚讲的礼佛要念，他不能去动人家土，尤其一些古代的人或者过去亡人在后面埋的坟呢、这些都不能动的，所以一动那很多人一拆迁房子后面土一动就倒霉，
明白。卢台长、还有他是这辈子啊特别苦，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就是灾难不断。他是造庙之前后来是不会讲话了，之前他是，我告诉你，就是造庙的时候，一个是动土，而且还有一个他自己当时，你别说他老实，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对对对，我不想多讲，你都知道。鼓掌。谢谢。哎，卢台长，你们说精彩不精彩啊？对对，好。你们想听吗？你们跟台长在一起，我天天可以讲给你们听这些事。现在我告诉你，你等等啊。我请观世音菩萨饶恕他的罪吧。谢谢台长。好了，你去看好了。我告诉你啊。不出一个月。恢复得很好了。谢谢。哎，卢台长，你们记得吗？就是前几天一个坐轮椅的，在大法会上，对对，他根本不能站起来，不能走路的。台长当场叫他站起来走路。你们看见他，我还一二一叫他吗？那昨天会蹦蹦跳跳的，连轮椅都不要了。感恩卢台长，感恩。好好努力了，谢谢。好好努力了啊、哦！好了。把妈妈坐着，坐着，把妈妈坐着啊！尊敬的卢台长，尊敬的卢台长，你好。你好。我请你给我是三八年属的虎。属虎的。属虎的。请你给我看看图腾。你想看什么？看看我身上有哪些瘪障，有。什么叫瘪障？孽障。我去比着挡了一个挡有哪些有几个灵性，我看看啊，老妈妈，我现在看到你身上有两个瘪障，真的，一个在你脖子上，所以你的肩膀脖子很酸痛，对不对？对。一个瘪障在你的腿上，老妈妈，你要把这两个瘪障要好好的修掉。你每一个瘪障要念49张小房子，听得懂了吗？还有，我告诉你，你的牙齿不好，再强一点啊。我告诉你啊，老妈妈，你要记住啊，你的心血管系统不好，你的心脏啊出毛病啊。是啊。听得懂吗？听得懂。图腾上清清楚楚的，我都能看出来你前世，想不想知道你前世啊？还想知道。你是一个男人。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出图腾了，然后呢？出什么图腾啊？我看到一开始就看到一个孔雀过来，一个凤凰过来，然后一个金黄黄的大脸盘过来，过来，我嘴里是闭着眼睛，可是我都看得很清楚。我看那个圆盘周边都刻着花。好了，老妈妈不要讲了，这个是你的魂魄离身。魂魄离身呢，一般的是离掉60%，你有40%呢是属于熟睡状态，就是半生存状态，还有60%呢你的魂魄就离开了。每个人都有这功能，你会离开之后呢，你能够看到很多，你修得好的人能够看到天下，修得不好的人就是看到地下，所以这就是常说的叫做噩梦，听得懂吗？老妈妈，你呢是不错，你呢已经看见台片上了，你就是修得非常好的一个人，你听懂吗？你现在把那个腰和腿给我好好的看看好就可以了。你还有一个毛病一定要改掉，我看你这个图腾啊不停地在攻击，也就是说你很爱管闲事。是
对不对啊？少管闲事，多念经，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再开始一个问题。你可以下去了。啊，几个问题啊？他讲的几个问题啊？啊，再给他问你。讲吧，老公。我流产了一个孩子吧，我给他念了四张小房子了，还给神用的药精者念了七张小房子了。看看他还笑着呢。你们告诉他够不够啊？你们告诉我要念多少张啊？至少21张啊！老妈妈，一个21张听得懂吗？听得。你真大方啊，4张、7张还讲得出来呢，你回去吧。老妈妈没有问题，你寿很长，最后讲给你听，听得懂吗？你寿很长，你家里有一个长辈活得很长的，对不对？哪个长辈？你问我，我问谁啊？你想一想，你家里哪个长辈活得长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祖，就是那个祖父有一个活得特别长的？要来了，来了，放心。当心，扶着他，上升了。好了，我跟他讲啊，念49张小房子给他，好不好？好。看见了吗？一讲就上升了，你嘴巴里不能乱讲话的。你刚刚说哪个祖上啊？他找你了，听得懂了吗？听懂了。改不改？改。49张小房子，好不好？好。下去。躲过一劫啊，你们别看他这么晃一晃啊，躲过一劫啊。他要是不在台长旁边的话，他就一直晃下去了，血压高不晃。台长很喜欢跟大家说笑话，我说一个笑话都很有意义的。说的是有一个新来的护士，眼睛也不好，他呢打吊瓶，就是吊盐水这种吊瓶的技术很差。有一个护士长让他给一个熟睡的病人去打针，他去打针了，一针打偏了，看病人没醒，悄悄地拔出来又打，结果又没有打到血管上，又打一针，不知不觉从头针打到脚。又在这个护士妹妹满头大汗再想找位置打的时候，突然这个病人一跃而起，咆哮着骂道，你真当我睡死了，从头扎到我脚。护士妹妹落荒而逃。第二天上班被叫到院长室，院长激动地握着护士妹妹的手说，谢谢你呀，太感谢你了，你居然把我们医院里8年的植物人给扎醒了。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学佛也是一种缘分。今天能够来听的都是我们有缘分的，说不定我们在早在几世之前你们就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了。所以碰到缘分，我们学佛就好好的学，你不学就会失去。有时候当你生病了再想拜佛念经的时候，可能你也找不到自己的学佛的方法和法门。所以懂得珍惜因缘，珍惜人间的人缘，你才能找到真正的佛缘呢。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南京菩萨，感恩南无太岁菩萨，感恩南无观地菩萨，感恩南无周仓菩萨，感恩南无观平菩萨，感恩师卢军宏台长。今天多伦多观音堂网络白话佛法共修结束，感恩所有上线参与共修的佛友们和师兄们。如果在共修过程中有任何错字漏字的行为，或者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祈请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慈悲原谅。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保佑每一位佛友佛光普照，消灾解难，平安吉祥，福慧双修。感恩大家。